关之琳前天提早过56岁生日。香港星岛日报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国举七月传出特定大股东出售 1.2 万张持股，套现 116.6 亿元。外界盛传是董座陈泰明的前妻们李慧珍、关之琳其中一人卖出，后来证实并非关之琳，仍让他成为话题焦点。下周一将过56岁生日的关之琳，前天众星拱月提早庆生，却只字不提陈泰明切蛋糕后啊不耶哟自弹自唱生日歌，逗得受刑关之琳笑开怀。香港星岛日报，这几天关之琳生日饭局不断，前天好友阿 B 钟镇涛与老婆范江素贞、周问琪等人为他暖手，一群人大啖美食，喝香槟切蛋糕后，阿 B 还开心自弹自唱生日歌，逗得关之琳忍不住拍手叫好国巨董事长陈泰明。资料照，记者张慧文社，碰上一年一度的生日，关之琳难得心情大好，事后开心吐露心事，谢谢 FanFanNBO 准备给我的生日庆祝。却只字不提前夫国巨董事长陈泰明，切割意味浓厚，好友齐聚帮他过生日，关之琳、钱钟整晚笑开怀。香港星岛日报